这堂课呢是武术课，然后你们以前有没有看过武术的？有没有上过武术课的？没有。好，给你们耍个大侠那样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开手。哇！今天我们不是学的剑术，我们是学的拳，抱拳。第一个动作，拨空拳，弹腿，弹马步，然后落地冲左拳。现在蹲下来了，侧右脚蹲下来，一二三落脚，穿掌，左脚弯，右脚直，起虚步，调掌。来，再来一遍啊，一二三。盖掌，歇步，五、六、七，抱拳。好，我们准备下课了，同学们再见。老师再见。好，谢谢，解散。